这个回到姐夫这边了哈，含台积电成分的 ETF 曾经潘这伯伯，这怎么念呢、啊？大概是这个潘香伯伯什么意思？潘共共意思对吧？对，就是潘一个喝假的对了哈，就短外哈。现在唯恐避之不及，翻脸这么快哦、喔，来姐夫，这是台积市场翻脸不快的话，可能就毁了。所以不是要高一两个对了哈。对，钱是没有立场的哈。OK， 好，钱没有立场。那个。我们看一下哈，就是说我这边帮大家准备了几档这个所谓台积电占比例可能比较高的 ETF 啊、嗯，的确最近这个电子股杀下来哈，很多过去大家追捧的，我这些列出来都是成交量还算蛮大的这个 ETF 啊，他们这种含台积量，我们说含金量哈比较高的 ETF 呢、嗯，过去大家真的闭着眼睛买，可是最近大家开始慌了。可是呢，我觉得就是看你做长还是做短哈。如果做短，当然你现在进去可能危机很大。可是呢，如果做长的话，刚好刚刚这个维泰也讲啊，趁最近这一波跌下来的时候，我反而觉得可以慢慢去进场了哈。像我举的这几档哈，包括这个富邦的公司治理啦，或者富邦科技，还有一个就是国民 ETF 0050的台湾卓越50、嗯，还有一档就是国泰的台湾5G 啊，这个特别是锁定在科技类股的这 ETF， OK， 我觉得都可以去做比较中长期的布局。一来价格跌下来了，嗯，可以逢低慢慢买。第二个就是说，这些公司这些 ETF 呢，它基本上都还有配息，是对于长期投资人来，可能就慢慢的稳定的配息的话，也是一种投资的方式嘛，哈、哦。所以我觉得，反而最近大家可以回头注意一下这些含这个科技类股，尤其是台积电比例比较高的 ETF， 可以慢慢开始考虑去慢慢进场了。OK， 你看这个姐夫给的这个手板哦，殖利率 3.03、2.96、2.8，没卖哦哦啊，也开了工，可能靠4%左右，是可以仔细考虑的几个选择的标的哈。那就继续就叫姐夫啊，台股热度高，定期定额写下三项纪录哈。那科技基金去年独强，今年风水转到传产吃香，今年来台股基金表现前十强，来，所以前十强都特别有兴趣来。来看一下哈，先看一下定期定额的这个记录。三个记录，哪三个记录？三月份的时候呢，这个定期定额的金额呢，哎，我们来看一下啊，投信整体的定期定额扣款哈，62.39亿元哈，还有扣款的笔数是104.64万笔啊，都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哈。那扣款的金额的这个年增率是44%，也就是说比去年同期呢多增加了40%人去做定期定额的这个投资。三月我也加码一档基金啊，那你就是其中一个啊，对，我算在里面，那收益应该5万，应该5万，对，应该5啊。那扣款的这个笔数也是年增率超过30%。34%哈、okay.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这个定期定额的人数的确越来越多人了，我觉得这是好事哈。只怕说有些人可能比较高档的时候进场，可能你稍微要等一等，但我觉得无所谓。可是反正定期定额，对，它会拉长时间，对对对对，对实习的观点，对时间是公平的，没错哈、嗯。那我帮大家整理出来这些这个基金呢是怎么样？它每个月扣款超过1亿元哦。1亿的，对，超过1亿元台币的基金、哦，大概有这些。你大概可以看一下啊，大部分集中在什么？就是一般的台股基金，还有科技基金，要不然就是跟大中华相关的基金、嗯，大概就是三类是定期定额的人最常去扣的这个基金的类别哈。嗯， okay. 嗯，那至于说你要投资哪一种这个基金呢？刚刚有讲说，像科技类股最近下跌，你可以买。但我还是觉得哈，我这边呢也帮大家在准备另外一张图表，就是传产的 ETF， 刚刚没有讲到哈。为什么讲传产？的确，刚刚有讲说，最近传产跌得很凶，开始在修正了哈。那我给这个底低一点信心啊，也不用再担心。我觉得放久一点点还是有机会，所以我帮大家列了几个。底低还年轻啊，哎，放久一点嘛。对，不是年轻人豆腐就是这样子。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传产类股这几天开始在修正。的确，刚才讲筹码太乱了嘛，哈，开始修正，我觉得也是好事啊。但是为什么我会觉得今年传产类股还是有机会啊？是因为，哎，他们的业绩目前看起来都还不错，就像海运类，对，目前我看他们公司对外做的业绩展望都是烈滚滚呢，对啊，都可以到20块啊，对，那个什么运费都要调涨什么的之类的，对，所以我这边列的就是传产类股比较高的 ETF， 我觉得等他们跌一段时间之后，也可以慢慢去进场哈，是，所以时间点的问题啊，我觉得不是好不好。那另外呢，就是今年哈，这个你要买台股基金的话呢，我觉得也可以看一下投信它
他们自己在布局的时候有哪些变化。OK， 投信自己的布局。航海王超红的。对啊、嗯，但是最近在修正嘛，哈、嗯，还有钢铁人大家也知道哈、嗯，还有纺织娘，什么纺织娘？其实最近有一些纺织类股啊，对，其实也表现不错。为什么？就业绩真的很好。因为最近船产在我们新闻圈都被他猜说那个苹果要卖给南部某大船产，哇、哦，魏桃又干杯又干这边又下面两个 OK。不要小看船产业，他们的钱都很多的，非常多，都非常多，口袋都很深的，对，非常多。像最近台湾的首富，也是算船产嘛，做鞋的，对，云林的一个老板哦，张老板嘛，很低调，对对，非常低调，对 ，OK。好，还有面板双雄，面板双雄其实前你算带总了，那个面板实在是那个。短线，因为面板有点讲的是投信布局的转折，可是投信我很佩服他，这个面板基本上变作短线黑啊，叫大宗物资，他有些我这样讲，或许元太抗议啊，不是，对，元太抗议，但是不会，有一点点那个味道啊，对不对？就第一个十五寸的电视才2万块钱而已，对啊，这我说大宗物资化啦，啊，那现在投信这就是重点来了，因为啊，面板的确前一阵子涨太凶，最近也在跌得很凶，但我觉得。回到基本来看，就是说你刚刚讲的面板的需求其实都还在，嗯，除非你哪一天看到面板需求，可是供给面也都很惨烈的竞争啊。是现在哦，的确，韩国根本不玩，现在是大陆在玩呢，对，对，就跟大陆在抢嘛，好，可是目前大家看法都还是需求还在啊，台湾的厂商还是有优势，还有一定的市场优势在。对，投信你看它布局面板双雄哈，最近当然有在调节，但是你看它调节如果挂一段落之后，它如果再加回来的时候，其实这也是一个观察重点。我这边讲投信布局，是因为我们要讲台股基金嘛，你得知道它的操作嘛，好，那如果说有一些投信呢，规模比较小，它其实比较不太可能去操作比较大型的股票，都操作比较中小型的股票。那中小型股票里面，科技类股也有可能，还有一些传产类股也可能会是他们操作的标的。Okay. 所以这个你在今年做台股基金投资的时候，可以去感受一下，如果有这些变化的时候，你可以去找相关的基金去做投资。是，因为投信呢，它有专业经理人，然后它的市场的资讯当然有享受一定程度。怎么讲的它的独特性了、啊、它有我们没有，那它去做这些像什么航海王钢铁人的布局，你认为跟我们一般人各单独去买个股来讲，它的风险是它控制的比较好，还是我会控制的比较好？当然高手像维泰他就可以控制好，不能讲他，不能讲他，绝对比基金基金险、嗯、但一般的我们讲小白也好啦，或者这些菜篮族的、大神大叔阿姨们哈，那我觉得还是交给经纪人去挑，至少真的吗？还是说我们看到这样子的投信布局，然后我们他列你列了四个嘛，我们就挑前两个也可以当当，但是价格你要会抓，对，至少他们会抓价格去做调整、哦，对不对？比如说之前的航海王、哦、我们就不要讲阳明跟这个长荣，然后一天到晚在给你涨停，一般人买得下手吗？我问你，不可能。可是经纪人也许，但这两天下来了，哎，是啊，是啊，所以可以进了。哎，我没有说现在可以进哦，我觉得可以观察了。OK， 可以观察，可以观察了。我自己对这航海王跟这个钢铁人是蛮有信心，是因为他们的这个营收跟获利情况真的太好。我这样讲啊，我讲航海王好了。我有非常亲朋好友在海运公司做事。那每次连假放假回家，我们回乡都会碰到，我都会问他说：“哎，你们最近业绩好不好？”那我讲最近一次，好，最近一次就是五月这个刚过母亲节嘛，又碰面了，问他：“哎，你们这个订单到底有没有更好？有没有改变？”他说：“一样很好。”那我说：“大家抢单的情况呢？”他说：“一样强啊。”啊，我说：“你们价格有一直在调，还是涨啊？”他说：“涨了，人家要来吗？”他说：“只要涨价，没有什么不来，反正他先抢再说。是，所以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看不到基本面百分之百的卖方市场。对，那目前没有变化嘛？哦啊、等到他哪一天告诉我说，哎，我们最近比较闲一点点，没有那么累的时候，我在节目中告诉他。OK，、哦、一定要记得告诉我们。然后我要举个例子，就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之前就是看准了航海王，然后就帮妈妈买了这个股票。OK，、不错不错。然后结果呢，今年的母亲节，他妈妈收到了一个有生以来最大的红包，就是这个航海王的获利。所以他妈开心到直接封我朋友为25孝。25孝，25孝，是有卖的。如果母亲节那时候有卖的话，啊，那真的很开心。那我不知道他，因为他就说已经拿，就是他妈妈拿到最大的，是赚很多，看你多少钱买的啦，对，是赚很多。我有朋友是当年就前几年
阳明有减资的时候买，7块8块的时候买的。哎呦，他现在根本就不管这两天跌，他也不管了、啊，因为他只有7、8块的成本。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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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真的是。早一点进去的话，这个股价波动对有些人根本是小 case 了哈。好，回到这个维泰这边了哈，这个货柜航海景气前景望到 Q 四没问题。J O OK 好，那强势钢铁航运股补跌，跌到哪什么地方可以找买点哦？其实刚刚这个姐夫有提到一个重要观念，就是原物料股操作的一个美感，就是你越涨价，买方越愿意去抢。真的。因为他怕你之后还会再涨，他现在就一直抢，一直抢。所以其实通常我们叫做，我们不会去估算，就是他们的股价，原物料相关的个股的股价会到哪边，只要报价有在涨，那股价就会跟着涨。最好的例子，是这种行业的一种特色，对对对，就是看涨不看跌，他们不怕，多不看空，他们不怕去追价的，就怕不多，不怕你多的非常多就对，对就一路追就对了。他们不会说报价回来他去买，不会，他报价回来的时候，他反而觉得说你会不会下个礼拜、下个月又在跌，突然一个哦 ，OK， 他们会愿意去追涨，是 OK。好，那所以我觉得传产里面像报价相关的这个个股的逻辑大概是这样，OK。那但我觉得货柜轮的部分，其实因为供需的部分，我们现在造一艘船大概都要3年到5年的时间。对。那过去这3到5年，不仅没有什么造船，还有非常多的船因为年龄大了，它被迫拆解淘汰，或者它有些漏油，或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环保的法规，它没办法通过，反而被淘汰。所以其实为什么最近？这个货柜的那个供需没有这么好的原因，就是说，因为过去有太多太多船只就被淘汰了。我们常讲这个海运有什么散装货运、货柜货运这两个差别。那如果硬要买，什么差别？外行人听你的意见，我外行人听你的意见。如果说站在投信他们，就是一般在波段性的角度来看，可能在散装航运的部分，他们会比较活跃一点点。对，那当然啦，其实货柜三雄部分其实是真的是在这一两年特别特殊啦。过去以前货柜轮的部分没有涨到这么无法无天的，没有涨到这么无法无天，跟疫情有关系。所以又回到刚刚讲的嘛，对，过去大家疫情的时候来不及订货了，现在急着订货。像我刚刚讲那个我那个亲友讲到这个。说货柜的事情啊，不是只有缺柜而已，还缺什么啊？他说货柜到了这个码头之后，卸货总要有工人搬吧，然后要有车子帮他运货吧。他说连都缺，连搬货的工人跟司机都缺，不是只有台湾，全世界都一样。所以这种情况，我问他说，那这个情况短期之内会改善吗？他说短期之内应该改善不了，没有改善的空间了、啊、OK， 好，所以我想市场需求还是非常的强劲、啊、那强势钢铁航运股的补跌，最近你觉得补跌够了吗？还是还有一点点补跌的空间？还在修正当中，还在修正当中，暂时不会急着去做一个进场。其实我还是回到刚刚那个论点，就是。如果你有机会去看这个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啊，我说的货柜三雄的部分，事实上他们是在调节的，有一些原物料个股，部分原物料个股的大股东的持股比例是在调节的，调节是调降，调降，调节，调节，调节 ，OK， 往下降，对不对？它是在调整的，是往下降，所以在大股东都还在卖的情况之下，我觉得我们也不必这么早去做一个进场。OK， 那回到刚刚说，现在有些电子股的大股东是在回头去买库藏股，什么世，你刚刚说的那个什么世新啊、国巨啊等等这些，我反而可以比较愿意去说，去看参考这些个股去做一个布局。那最后我再说啊，那这边来去做布局哦，我觉得第一个高殖利率股可能优先呐、啊。高殖利率的、哦。对，因为其实去年获利真的很好。很多公司配股配息真的非常不错，所以我觉得高殖利率股可以优先考虑。而事实上，有些高殖利率股它的现在的股价相对有成，它没有什么底。那这要看像郑珍茂这个做人就失败啊，阳明还有董事长啊，郑老师啊，我不认识郑珍茂，你怎么不认识？他就说喂，这个我今年不发配股利啊，大概哀哀给我一个好朋友啊，就讲过，我就搞不对啊。他说你们已经赚了资本利得，公二郑老师，资本利得跟股利可以混在一起了吗？让我多赚一点，你会怎么样？来听听你的意见，跟他抗议一下。股东会反映一下，股东会可以反映。对对对对，好。那第二个就是龙头绩优股，刚刚这个文嘉哥有问到，绩优股可不可以买？我觉得有些个股的确是可以买，
好，第三个就是 ETF， 刚刚姐夫所提到、ETF 相关是可以买的、那按照往例呢，我还是要筛选一些个股给大家做参考、好，来来，赶快截图准备各位同学纸笔准备好。好，我会特别挑7%以上的一个殖利率的个股，7%，好，有料有料，好，来，对，而且它的市值啊，最好是大于50亿的，因为这种比较是属于龙头全职股的一个 size。OK， 好，龙头全职股 size 很重要，要像郑文灿这种 size 的点，好，给他了，我 A 他一下，他最近心情不好，A 他，那希望你快乐一点，这市场。好。那这几档个股里面呢，其实真的是有传产也有电子啦，所以我觉得它算是相当比较便宜。中华远雄、中华车、远雄、建设，对，然后伟创 ，OK， 亚尼、亚尼、台尼、康和正、英业达跟华硕、台尼，都修个爸爸哦 ，OK， 好多肉肉的 ，OK， 不错，没什么跌，是。哦，那这种只要股价再跌，它的殖利率就在往上做拉高。那对于法人来讲，这种股票其实他们就会逢低去做承接。Okay. 只要他们评估说今年的获利状况或者景气没有比去年还要差，他们是很愿意去做低接。OK， 哪怕股价跌，殖利率反而更垫高，所以这是法人非常喜欢的一些标的股了哈。是，哎，别败哦。那贪心有没有10%以上？10%以上的有啊有啊，像那个中华车就10%以上的。那今天有个新闻哈，说这个玉龙哈交出13季还是13年，我忘记了，当请大家再帮求那家说交出最高的获利表现了哈。好，传产也不应该包括汽车了哈。那今年大家说电动车无微博，那国产车目前的电动车化大概没有自制啊，可能都还是一些代理进口。那对这部分，维泰有没有什么建议？看起来就这样呢。起码高票探亲都可以不会掐，那这个部分有没有机会来一下？零组件有机会，零组件。其实我一不要买乘车，我觉得乘车，我个人觉得乘车它的获利的状况不会那么稳定啊。嗯哼，它就属于，而且台湾的市场就是这样，大概每年大概就2%左右的成长。OK， 就算你再怎么换车，大概就2%。所以不是国内卖太好了，对不对？哦 ，OK， 所以不是国内，如果做这些关键零组件的外销的公司，像做灯的啦，做什么车轮框的那些公司。是的哈，另外有一个也蛮有趣的，有一家这个叫什么电路板的大厂叫劲鹏电子了哈，他今天也传出一个说他们像有一个员工可能也不幸染疫了哈，那厂区立刻进行大规模的消毒，可是我看他今天股价还继续在升哦，我不知道盘中有没有修正了哈 ，OK， 到底你怎么看疫情对于这些产业的冲击是真的？实质的冲击还是只是个一两天啊，好厉害，惊起来呢。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哦，就是对于这个疫，就我们说股票市场对于疫情的消息，它有一点点就利空钝化，就是这个东西不是很新鲜。不像第一次听到呢，对，会有点吓到，钝化了，对，它也钝化了，是麻木了，麻痹了。而且有一些因应的 SOP 已经非常成熟了，真的吗？可是前天的5月12号的那个也说，我啪子直接降下来，也是因为疫情啊，就两天就没了。所以你说两天之后，其实我们大家的抵抗力都更强了。Okay, 对利空消息的抵抗力更强。仔细听这句话，这个金管会关心一下。OK， 谢谢三位金台与大家，下礼拜再见，拜拜。